大家好，今天真的是一个快乐的星期五。亲爱的大一班宝贝们，很开心吴老师能和你们相处了这几年的时光，一起经历了许多的酸甜苦辣，看着日渐茁壮成长的你们，都是独特最棒最优秀的孩子。你们的童真为老师带来快乐，有你们真好，恭喜你们终于要毕业了。祝福各位宝贝们展翅高飞，红尘万里，迎向更美好的未来。在此也非常感谢家长这几年来的支持与配合，感恩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于真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加油，我们给老师拍拍手，加油。我是那个他们大班的时候才来大一班的，他跟他们相处这半年呢，看着小朋友他们学会了很多知识，然后收获了满满的友谊，都有所成长，然后每个小朋友都变成了很棒的大哥哥跟大姐姐。那雅正老师也期许在未来国小的生活里面，你们能快乐学习，然后健康成长，然后快乐每一天，祝你们毕业快乐，珍重再见。谢谢雅正老师。